愿为你守候，就让爱的最美在2012。朱莉，咋？立香，干啥？你给我养你啊？好。老子啊，这个刘世梅到底我竟然没打招呼，我早晚会后悔。你说你呀，下巴漏漏的怎么样？总公司代表中岛十二点准时莅临视察，请准备以下内容。十二点，我们无剩偌久会当准备啊？稍带注意事项：严禁含糖类碳酸饮料、合成果汁、矿泉水爱用化毒的。吃的物件袂当有基因改良，建议爱用深海天然盐。禁用加工类食品。建议采用野生方山鹅、有机野菜、有机当季水果、野生深海鱼。啊，连 D 嘛有履历哦？不行。机车阁有较龟毛诶，真正毋是浪得虚名，好歹数好了。这物件要叫谁去穿呢？这个刘世梅一直无甲我放在眼内，不如就派伊去招待这个机车大小姐，等伊出包了再换我接手。安尼毋但会当互总公司看到我的能力，嘛有借口会当驾驶一下这个刘世梅。我哪会这么巧啊？阿良嘞？哦，阿良讲伊身体不爽快，请病假，就坐下休困。当日无闲，搁我请病假。萱萱，有事没？是。今仔总公司也派一个贵宾，一个高级干部来咱公司视察。爱去十二点准时在大门口吃饭。这是要爱的物件，马上去送。哈，水果爱进口矿泉水啊，水果搁爱有机，鹅要放山，鱼要野生的，都还有履历。哎，虾米搁另外有机搁爱野生，啊不是这几个总统要来啊，叫你麻烦。公司派来这个贵宾，伊是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，他要求都会蛮高。恁两个想要陪陪看呢，伊就交代好恁两个来招待。会记哩，十二点一定要准时在门口等你，知影无？是，我阁有代志要办，伊就交恁啊。哎，助理，稍等一下。助理，你袂甲我讲这位贵宾是叫什么名？是查甫还是查某的？无即马是安怎？无我恁都无法度办代志啊！伊叫做江玉华，这名字听就知是查甫的啊。啊，其他的代志恁家己去查。阿吉丽，十二点一定要准时去接伊，知影无？哎呦，我出台的工课叫你做，做工做袂完啊！啊，怪啰啰嗦嗦，这代志的女王。好啊，太可怜了，这个代志哦，我去办就好啦。哎，师妹，不用的啦，那是有几次咱知影我不去做哦，一定搞袂到臭头的啦。李翔，你代替我跟师妹斗三工好不好？
那刘世梅哦，看我无顺眼啦，常常哦拢对我足冷淡的呢。我看你也是莫找我。哎，萱萱，这款代志我家己办较紧啦。啊，若无，这个方立祥爱考爱对咯，你真正对来，我颠倒爱烦恼。你莫袂记，顶面咱农场的比赛就是因为海才输的啊。你莫甲这两个煞对我这来哦，谁叫你要用什么奥博设计人啦？我甲你讲啊，那比赛哦，靠我家己就会当赢啊。我才无爱你有话讲嘞，到时若袂付穿得好，叫公司高赞哦，怪罪来。到时连我若拖落水哦，你加衰。我看哦，我是来几好啊。你对，你硬要对，我讲你不是爱考爱对路。你这人有够无良心的呢！要跟你斗三工，你搁气嫌我？好啊，无你莫做啦，我来去就好了。安尼讲较啥？若是你一个人做，做了无好，到最后这条不是刚好我要担。你讲啥袂晓做啊？哈，那是你带赛好无？你把我弄车搁搬去拖卡。总算甲贵宾交代代志拢传好势，即摆甲孙野生养殖鹅啊，对，叫头家掠一只，互咱当交差啊。头家，蔡文姐。你这鹅敢拢是野生放养诶？当然是啊！你看这每一只吼，拢是健美先生。你们买鹅啊？吓！是啊，恁头家敢当请你替阮拣一只上肥上好食？无问题啊！喂，好，我是处理好。还是我都有急事吼，爱去处理。啊，恁家己先拣吼，等下我再来替恁抓。好，拜谢哦。啊，人做会走去，啊，到即摆时间袂赴啊，你若袂赴，我等于接待贵宾，啊，咱出的物件拢白了工啊。卖管这啊，咱就家己先哪进哪抓。迄只，迄只应该袂歹。你会用进？哎呀，我以前有一个亲戚是总部赛，伊捌甲我讲过。紧嘞，今天我抓迄只啦。今日跳哪一只？我接袂咧，大家看起拢歹穿穿，搞我加咩喏？而且我是替萱萱陪你来的，你要去你家去。你有够讲咩啦？连只拢抓无咧。哦，方立祥，你这只跟人家讲袂晓做带头的，你只搞你来抓，跟人家比下看。你讲我带头？然后来你闪啦，看我的啦！我跟你讲啦，抓这哦，就甲甲老鹰抓小鸡同款啦，袂当硬了，还出其不意，知影无？哇！什么江玉华？这也要有鸡，那也要有鸡，有鸡有鸡，直接有够机车的！我。头一届看你笑到这欢喜，我俩尊哦，你颜面神经失调，袂用笑啊。今摆才知影，你还够会用笑。你是咧讲啥？紧抓啦，快等你交差呢。好啦。
多谢你。你别搞说多谢，我是怕你跋落水池内底哦，污染人家的水源，到时阵爱恁赔偿要安怎？你讲我比水果垃圾？啊无嘞？歹势歹势，我代志处理好啊，啊恁有见着？多谢。我见着啊，已经走过啊，你那边啦，来。好。是江小姐，啊，无你感觉是啥物人？这个是你的待客之道，你没准时来接我已经真过分了，你还在那里语无伦次黑白乱认人，你头段不是叫我江小姐，我不是什么天心，要不然什么算了完了，江先生不好意思啦，我不知道你提早来，所以就没来门口接你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所以提早搞是我的不对，我应该迟到。江小姐，歹势啦，拄则伊毋是迄个意思。是的，是的。总算是我看到会当学落的一面啊，恁要去团结嘛。连硬要拢我咧有志一同，潮文化馆那派恁这么无专业的，才太浪费啊。伊毋是天生，无可能啊！哪有可能两个人会生到这么像？真正的待客之道是，不管人客是早来还是晚到，恁拢要提早做好准备。结果恁若迟到就真拄煞，阁怪我太早来。高小姐，迟到是我唔对，我甲你好失礼啦。嘛才慢两分钟尔，哪有煞这么计较？迟到一秒钟嘛是迟到，搁再讲是两分钟，你敢不知影两分钟会派偌济代志？一条鱼仔整个臭花搭，菜煮烂近五百个休息人客的生气，一间餐厅可能就因为这碗因关门大吉，安尼甲要计较？江小姐，我以后绝对会注意啦，是的啦。回去要要做啥物？真济人客可能就因为这碗伊袂搁来啊。啥物人是主任？啥物人是上班人？主任在内底准备好要招待江小姐啊！看你这个摆设，我知影你平常是有偌平淡。视察连主任都摆出来叫，安尼有表示你根本都无把视察当作是一回事。既然安尼，我嘛唔免视察，我会对你总公司提报，你就等你属人事命令。江小姐，江小姐，thank you.
什么日子啊？一个贵宾都咧舞袂好啊，过来一个搁较大尾，那真正真正死啊！时到是当灯，我烦恼啦。安长，总裁没放心，就再来查查。不是啦，我是想着讲，爱先来甲这个员工介绍你的身份。阿妹，唔知你是啥人啊？唔知要怎甲你交代，所以我唔才专工赶来。娘啊！总裁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大海。江海集团的总裁，我是咱这间地球文化馆的头家，相信你大家拢会熟悉我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我的早嫁，我这边特别派人家考察。文化馆也使讲是咱江海集团的一个门面，嘛建立咱亲民的形象，和咱个消费者中间的距离愈来愈短。我希望阮早嫁伫遮一段时间，大家拢会当全力个支持，为了解遮一切事。有什么问题，马东会去处理管理。是。有啊，加得高利哦。有人客人在金平看，等你也不赶紧客入去。哦，是。老小姐，请。连行李都要入去，还有人客包包嘞。你嘛算是观光服务业，既然是服务业，那连上基本的 sense 拢无。真歹应，啊！之前好啊，免去打比啊啦，我的皮哦都自动绷紧。四妹姐，咱莫快去遐去啦，无遐等下大小姐吼，等气摸败就害啊。雪雪，至于江小姐，敢真正是总裁差别？是啊，我有特别上网查过呢，你看，这是伊的资料。你几年前啊，才被法国人带出医学校毕业，然后就伫法国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做主厨呢。阿卡多阿登来台湾了，你看，佮有伊的相片，是讲人就生啊水水，个性哪会这样奇怪？行啦，紧入去啦，我等下回应哦，等下金细细就害啊，当然面对现实的。
这份网络资料无可能是假的，而且天星不是那款讲话带动的查某囡仔。我想这张玉华应该真正不是天星，只是生来就讲的。这就是跟咱茶文化馆做合作的花田，也是咱茶文化馆的观光景点之一。花田，嗯，这种规模应该跟咱也算是花圃的等级吧。大小姐，花田不是看伊的大小，是看种出来花的品质。这个土甲这个气候，种出来的花比真侪观光花园花搁较水，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跟这合作。既然要做观光景点，都应该要有特色。这样花田跟荷兰遐花田比起来，都敢那是百货公司对路边摊，等级差这么多，这有什么观光价值？高小姐，多谢你的指导，我也照你的意见，跟花农做进一步的讨论跟改进。这个香玉华明明就跟天星随走同款，是怎个性会差这么多？哇，机车那也是700cc 哦，这香玉华绝对是1000cc 够挂 turbo 的超级重金。哎，你平常时啊，不是常常跟我摆面相看，现在雄雄来脾气变啊这么好，那是拄着这个超级重机。咋能改个？你有什么意见？不要跟伊起来讲。我来加工下，只是哦，你有法想起来一款动物的。今嘛是你要带我导览，还是应该我带你导览？在哪里啊？小姐，头前遐就是咱茶文化馆的制茶厂，茶杯拆修了后，拢会送去啊做日光尾雕，我即马带你参观。高小姐，请问有啥问题是？制茶的过程每一间茶厂拢同款，我看纪录片嘛，刚得到相同的资讯，我是安怎爱陪恁行这么远来浪费我的时间？高小姐，拍摄。虽然我是新人，但不过我也是想要替文化馆讲一句公道话。每一位来这参观的人客，不是大家拢亲像你同款，捌这么多。伊都是真心对制茶的过程有兴趣，想要了解的人。所以为着要让人客会当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每一桌我拢会认真导览。人客百百种，我嘛是其中一种。我就是感觉听你导览是在浪费时间。高小姐，那按照你的讲法。米其林三星的餐厅，伊就按照正常 SOP 定数出料理包就好啊。那就要有厨师伫厨房内边，无应该大力刮细力刮对无？你敢知影你即摆在甲啥物人讲话？我当然知影，你是总裁查某囝江玉华小姐，你是代表总公司来考察的贵宾。既然你是来考察的，就请你配合阮甲导览流程行完。那是真正对我的导览无兴趣，咱的导览到这为止。刘世美。别起我讲你是哈巴狗，你都马上变成斗牛犬了不？萱萱给我拖落水，为你来才受这波，应该够凄惨嘛！这下连你都给拖落，我当真正真正灭顶啊！灭顶话我才多，真正是了不起。
我死不瞑目袂使哦。刘世美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该付出的代志要该收煞，莫牵拖着我哦。江秀香，真正是少年不正下梁歪。有你这种无想要打这里的主管，我怪这员工有这么垃圾。江秀香，不是安尼啦，拜托解释啊！我无想要听，也无想要浪费时间听。我行几工啊，巴肚枵啊。我物件已经选好啊，来，你吃下。江秀夏，啊，这物件刚合你口味。我以红冠西角食为原味，所以才指定要找鹅肉切盘。是啊，我真清楚，所以我特别选在野地放养的大只鹅。啊，因为这大只的鹅才有法度这么甘甜。所以这好好的鹅肉就安尼让你煮歹去啊，真正是浪费食材。这鹅肉。原本应该是整只放下去煮，安尼才会当锁住肉汁，留下美味。啊，不过恁为着赶时间，把这鹅肉切开来煮，唔呐呢？恁可以把鹅肉对滚汤内底摕出来检查，安尼让鹅肉原本鲜美的甜味完全流失。这种鹅肉，你嘛好意思摕出来有人去吃？老学长，个人是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，连我拢煮你拢知影。无紧啊，你若无爱食这吼，我阁有选别项物件，你食别项物件就好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小姐，唔免啊。启勇启吧，是要阁食啥物啊？做服务业，每一项小可代志拢要留心注意，因为上帝甲魔鬼赶快藏在细节内底。你一开始迟到有真多啥？阁叫一个上班还袂一个月的新人坐我做导览，行程单调乏味，一点仔专业度都无。请问你这个主管想都很会工作，你把导览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新人，那你自己是在做什么？歹势啦，我今仔日应该诚心去招呼你，啊，不过我有真重要客户要去拜访，所以我无算重要的人客。你这个主管安尼很会工作，安尼不是表示你的领导能力无够，就是你想要开除这个新人，啊，不过却找无理由。没啦。我哪样在做？这个长文化馆上吊的目的，就是要维持江海集团的企业形象。啊，不过你连上基本的专业度都无，那恁这个部门有等于无？归去乖乖起来，乖起来，那我唔得要等于十八弟啊。哎呀，我搁咧想讲，看有升迁的机会无？我看今嘛真正等于十八弟啊。想要安排刚休假的行程啊，明天就休息。这跟刘世美有什么关系？是大小姐一来，都要求东要求西，什么拢无满意，什么拢无顺眼。导览伊无爱听说，只要你暗顿嘛，这样古猫，咱上好是请去米其林三星的主厨来做回家啦。就算咱请去，消费者嘛吃不起啊，你根本就强人所难嘛。你是什么？他是我的助理，一定要帮你想。你这个主管跟我讲话轻声细语，一直在拍马屁。不过你这个助理讲话够重声的，你请这款人做你的助理，应该不是别有私心吧？无啦，那会？你有表示你识人不清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员工，
林主管上重要责任就是惜才识才，重用人才替公司卖力。我看这个部门根本拢无在敬老，全部是一挂无路用的人。我看老来早晚会拖累江海集团，人家一支脚都会行袂使，恁这个部门就亲像江海集团假船一脚，无路用，应该要裁掉。高小姐，你讲的拢有道理，我嘛接受你的批评，我嘛知影有批评才有进步。但不过你若是一直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人事，惹到错误就要把部门归掉，那呢，恁江海集团应该归掉真侪部门啊吼。江海集团若是有这么侪垃圾部门，该当活到今嘛？这个部门是江海集团的羞辱，我若是无甲收起来，是我失职。阮的茶风画馆嘛，接待过真侪个傲客，遐个人哦，阮拢按来甲真好势，甚至到最后拢变成阮的忠实顾客。遐个代志你拢无看到，都批评阮的部门垃圾，我无法度接受啦。你要接受唔接受，那是你的代志。我要安怎评估，安怎处理是我的代志。不管你安怎抗议，拢未影响我的看法。江小姐，请你唔通安尼做啦。我一直把桃花馆当作是阮家己的厝，阮拢真心咧经营这个家，所以我把这当作是家己的厝，安尼凊彩学爸母，欢迎安怎就安怎。我唔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讲，阮拢真骨力。骨力唔是家己用嘴讲，就是骨力。连服务人客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恁都会当做家己哩啦啦，更加讲有用心。像恁做代志这么轻彩的工作态度，输掉恁家己的人生也是家己找的。江小姐，你讲的拢对，要不过你今日才一来，就把阮所有的打拼全部拢好管，安尼对阮真正伤无公平啊！而且公司来凭你一个人的决定，就要关掉这个部门，就连败不复活的机会拢袂给阮，那安尼也是公司的损失。我也无想要安怎，我希望你可以当给我一面机会，我一定重新准备好吃的鹅肉料理给你吃，等你吃过了再重新思考你的决定。好，我就给你一点钟的时间，看你是要让你转身。好，就一点钟，一点钟了后我一定给你吃到你满意的料理。一点钟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对啊，刘世美，你买你家己无法度做的代志，讲下拖阮落水哦。我真正唔知道我顶世人是做唔到啥物代志，这世人才有你这款员工。刘世美，刘世美，李翔，哎呦，是不要怎啦？这里啊嘛，当然嘛无人，煞煞去啊！我看咱是等于哦，把迄个机车嘛回去室内，看伊忽然间良心发现无啦。还是送去啊？哎，那刚刚你要逃走，你不了，啊你要哪样啦？相公没有逃了，我等下等下，把钱放在家，还是明仔载再来个逃给省啊？可以，这摆我都管他做啊，爱争取时间。你要不要不要离开哦？直接等，我家己去。我真正给他走了，是今天真硬啦，讲拢讲袂听，煞煞去，我能做到底。
拜托你啊啦，你手已经受伤啊，这这侪细菌了，到时也着着破伤风，会搁较严重呢。哎、欸，叫你卖，你是无够听哦。你根本就无需要为着迄个江玉华安尼拼死拼活，自头到尾都是咧甲咱刁难啦。根本就是真心要给咱机会，你何必这么认真呢？你不是讲有团队精神，你不是讲要坚持到底。我即马就是咧坚持啊！即马这件代志还有机会，我都绝对袂放弃。哎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话，你从来都无咧甲我信道，啊，是哪这件都要这么听话啊？你明明就知影，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呢。你来这里死要紧啊！我就是不甘愿，我就是想要证明我的能力，无想要好看不起。你给咱一点钟，差不多已经过三十分钟啊！我连一只耳朵都听不着，刚刚我真正连这款小破代志我都办不好。好了好了，想叫我跟你哦，是同一个 team 啦，我跟你斗阵啦。